我要把唐三的头发涂成蓝色。切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我要把唐三的头发涂成绿色。绿色的头发唐三肯定不喜欢。谁说的？唐三一定会喜欢的。算了，我继续涂色了。唐三的骨灰是蓝银草，他不仅头发是蓝色的，眼睛也是蓝色的。我涂，那我就把眼睛涂成红色的吧，这样比较搭。我要把唐三的衣服也涂成蓝色。小雪，你涂的唐三真是难看，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很难看呢？我要给唐三涂一个他从来没穿过的衣服颜色。什么颜色好呢？嘿嘿，涂成黄色的，真不错。最后是鞋子，鞋子就涂成黑色的吧。我最喜欢粉色的鞋子，我要给唐三穿一双玫红色的鞋子。小贝，你涂的一点都不像唐三，我涂的那是唐三原本的样子，他一定喜欢我涂的。那可不一定，我觉得唐三一定会喜欢我给他设计的新形象。那我们就让大家来选一下吧，大家觉得唐三会喜欢我们谁涂的呢？快发送编号告诉我们吧。好酷的唐三，小雪小贝，这两张画可以送给我吗？我两个都好喜欢。当然可以啊，这样我小贝就是评审了。你们能不能给小五也涂个色呢？当然没问题了。小雪，你打算把小五涂成什么颜色呢？我觉得原本的小五就很漂亮，我要把小五涂成他原本的样子。我也很喜欢小五，所以我打算把小五涂成跟我一个颜色的。小五的头发涂成棕色。你喜欢的小五不一定喜欢，你确定不换颜色？我不换。那我就把小五的头发涂成红色吧。我要把小五的耳朵涂成黄色。这个配色简直绝了，真漂亮。我要把小五的耳朵涂成粉色，小五的眼睛也涂成棕色。那我就涂成棕红色吧。接下来是衣服，衣服涂成黄色的吧。小五最喜欢穿的是粉色衣服，所以他的裙子一定是粉色的，我涂。我要把小五的鞋子涂成橙色。漂亮，太漂亮了。我还是把小五的鞋子涂成粉色的吧，我的小五才是最漂亮的。不不不，小雪，你涂的颜色太单一了，还是我涂的更漂亮。哇塞，是我最喜欢的小五，你们涂的都很好看，但是我只能选一个。那当然是选我的了。选我的？哎呀，好为难呀，小雪和小贝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该怎么选啊？哎，有了，伙伴们，你们帮我选一个吧，你们更喜欢谁画的小五呢？快在评论区发送你喜欢的那个编号吧。